中原暗夜烟魂飘，谁家炼纸火光摇，忽连群山同风起，疑是故人念旧交。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黑之大师。中原月冷秋无际，长路孤影夜游深。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！我操！没事，这家的是杀我吗？我操！吓死我了，狗日！我说兄弟，先别骂了，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你的车上，他是不是已经坐在了你的后排上了？毕竟吧，这个月份还是比较特殊的。你挖什么？我可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哇！你看，难道这里是有个人吗？哇！大弟啊，这所谓小鸡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，不要给我挖挖脚！我靠！我靠！是一把哪里边的？我吓死我了！看着看着吗？看着吗？看着吗？你看这从那这给从他脚毛还露点，头都没有了，到这这有了，看着吗？他是一段有他，一段没有。看着吗？到这有了吧？你看这两边是有的。看看吧，这是空的。看看吧，那是从那摄像头前方都下来的时候，看看看，对，看胯子胯子，别有连脑，连脑能看了，都是人身看不清，看着吗？就他绝对不是个人。爷们儿，你的家具有钳子在西头，这些人给你负责送来了。你买的三轮，你早晨买的，早售后，这个疤已经回了。你直接早售后就完了。售后我找谁去啊？还不如直接给我换辆新的。哎，黑爹，我先把这辆骑走了。这失去的，是本身就不属于我的。当他看着我却不想花的时候，我这才大惊小怪。鬼道常在，人鬼相交，人比鬼坏。七月中元，鬼门大开，不为他来，只为出海，还有几种没有炒菜，愤怒投石，大卸八块，天道轮回，地狱游战，佛祖曾言，末法时代，六道众生难言失态。你还能为何点酒剑？是否想看到小丑的笑脸？马戏的世界很善变，面具狗表情你看不见。你还能为何睁大眼？看到的是为时代太明显。他们追你有很多年，和你不同，他们没有明天。干嘛呀你啊？啊？走啊！走啊！哎，又回来又回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，开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